大家早晨啊，咁有时大家都会听到我讲啊，机会你啦，飞运。咁其实呢一句咧就来自日本动漫啊，《魔神英雄传》入边一位主角啦，吓龙神豪啦，就每次喺片尾嗰时候都会同飞运讲机会你啦，飞运。咁飞运就会吓使出佢个绝招啊，高呼灯笼剑。咁啊，所以咧吓依。句嘢咧就流传出嚟啦，咁啊，其实嘅意思系咩咧？即系叫人啊，其实系要把握个机会啊。咁一生人咧，其实都每一个人喺一生人咧都有无数次，有啲多啲，有啲少啲吓个机会出现喺你面前嘅。如果你唔把握咧，就会 miss 咗啦吓。咁有啲机会咧，亦都系咧，如果你把握到咧，有机会系改变你嘅人生啦，或者系你即系嘅生活啦吓，或者系你嘅啊好多嘢啦。总言之咧，如果你可以将你嘅机会把握到咧，其实就啊对你啦系。有好大嘅幫助嘅嚇，你一生人，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啦，如果機會出現嗰時候，即係機會其實喺可能喺用唔同嘅化身出現嘅，可能係一個人，可能係一件事，或者係一件物品嚇，或者係一個 offer， 即係邀請你嚇去做一啲嘢嚇，參加一啲嘢咁啊。如果你應承咗咁啊，其實你就得益。良多咁啊，有好多方面吓会出现嘅，咁我希望咧，大家咧就会唔好太过睇得短线，或者系唔好吓匿喺自己嘅井底度睇世界，要睇穿大局啊，咁啊先至有一个更好嘅未来啊。咁我祝大家咧都一生人有好多机会系不断会出现嘅，虽然呢个系冇可能嘅，所以咧机会嘅出现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啦。拜拜。